心嘛，然后把视线集中在人身上，然后背景因为背景是暖色系，然后我们是穿暖色系的衣服，然后我想就是表现一种就是灵异的感觉。然后，我们再下一张。对，然后这是，这是前一阵子拍的。然后前就是旁右边的女生就专心在烤肉，然后就是想要借由观景距离，然后表现那个左边那个强烈的爱意。你说的不是骚扰吗？对，就构成一个温馨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换一下的人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你们这组比较辛苦一点啊。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广播系统。大家好，我是李炳杰。帅。化妆师李炳杰。好，旁听观众不要影响报告的人。然后我第一张是。